对啊，对啦，都吃一块，都是你吃，带你在那吃啊，跟他们家在吃，喝凉的。太无聊，他们在那边溜滑冰啊。为什么没有看见你们的车子？都停在里面。你呀、啊，这有车库吧？有啊，家乐湖啊。家乐湖。在那里哦。那个啦。他们那边。我已经给他煮两块吃啊。你要喝吗？薯饼啊。没有，那个他的，他们的。那、啊、你要薯饼吗？不要吃不完的，他要丢给人家。你要好吃的，就要跟人家分享，这样才会好吃。你自己一个人吃都不好吃。你赶快吃一块，再跟你爸爸分享。好讲完，等一下再来。来看姐姐这样弄，你会不会？自己的你要玩什么啊？好啊，走了。我不想回。要回家吗？回家。我们下午还要再去别的地方哎。他去你姨家哎。你要去吗？是摇蛤蟆的吗？可以啊，摇汤、摇蛤蟆都可以。那你的火锅哎。这都是你自己拿的哦。那那你可以他不是可以。你站着喝哦，不然你还用倒了。你喝得到吗？好吃吗？还要吗？你蛋糕不吃了吗？草莓蛋糕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然后。来啊，西瓜甜不甜？好甜。